洗肾中心的机会，护理人员帮忙肾友点眼药水，避免他们的眼睛发生并发症。这天，慈济仁义会医师何天富到槟城洗肾中心为患有糖尿病的肾友进行视力检查。就是非常感动哦，非常有这样的爱心啊，来帮助我们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忽略了要去检查眼睛嘛。肾友定期做好视力检查，照顾好灵魂之窗，也才能把握治疗的最佳时机。台新闻卢静阳、魏丽柔、朱凯琳，马来西亚报道。